了。你买肉。买肉得花20啊。那不是剩下1块钱买2袋醋。这钱花的真是。30够吗？30不到。50，下个血本儿，买条大的。哎呀妈呀，这啥肉啊？驴肉。真心肉多好哈、啊！晚上包点驴肉，下点大蒸饺。妥。哎，我爸我妈他们最得意这口了。得意？你还在这站着干啥呀？赶紧告诉他们去，让他们自己花钱买去呗。咱们买这么些，到时候做好就给他送点就得了呗。不行。这又咋不行了？刚才我上你妈家去，一进门看见你妈正往瑞莲手里塞金戒指呢。这家似的，一见我进屋了，吓得急三火四的往柜子里掖呀。能吗？我亲眼看见的。我知道你妈偏心眼的，你向着瑞莲向着去呗，是不是？我不嫉妒。等你老那天，你也别到我身边来，我根本就不伺候你，滚得远远的，个老东西。哎，秋华，你可不能骂老人，骂老人要遭报应的。你咋跟我说话呢？啊，道歉道歉。媳妇儿，对不起，刚才就当我驴放屁。哎，这馅闻着就香。那是。呀啊！哎呀，我真有口头福，赶上包饺子呢。啥馅的？驴肉馅的。我和的嘎嘎香，天上的龙肉，地下驴肉，那再香不过的。我能干点啥玩意儿呢？我呀，你还能干点啥呀？出个嘴吃呗。哎呦，不，你这二愣子，你一天到晚晃晃悠悠的，能不能有点正事儿啊？姐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可干了一件大事儿。哟呵，你还能干成大事儿？嗯。干成啥事儿了？满山二哥那学校盖宿舍楼，你知道吧？答应进我10吨钢材，这算不算大事儿？真的？咋的？二愣啊！我可跟你说，你跟我家老二做生意可以，但你可不能坑他啊！你要是坑他，我可不咬你。哎呦我天！我是跟人家包工头子直接做的买卖，我都没去找二哥去，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才发现你这人脑袋大肚子大，胆儿怎么这么小呢你？我跟你讲，我是真信不着你，我还不了解你。二愣子不能啊，他知道是自己家人。是我还不分里外拐呀、啊？我告诉你，得稳当点啊。我说那个程书记对这个和谐家庭，他咋说的？啊？程书记说好。真的，程书记说这个主意特别好。我说了，我说这是我爸出的主意。程书记特别夸了你，真的，真的吧？不是，我这两天我还琢磨呢。你说人这和谐家庭，你光发个牌子就完了？你怎么得给点物资奖励？你知道？明天我想进趟城，找找我亲戚，啊，让他帮个忙，看看能不能给这和谐家庭啊能优先贷款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你都是老百姓了，村上的事儿可别跟着瞎掺和了。不是我这不是瞎掺，我这帮满林呢，对不对，马林？对对，骂我爸是帮忙。好，你对，吃饭吃饭，来来，吃了吧。哎，你们吃，你别光听我说呀。哎，但是有一条，马林，这得说好。哎，我呢为这和谐家庭跑优先贷款这个事儿，哎，费用得村上报销。别闹了。那一码是一码的，对不对？说的我给你报，真的我给你报。那爸，那您真的帮我跑跑这个贷款的事儿啊？你放心，这事儿啊不用你说，哎，我肯定上心。呀，来了，驴肉馅儿真饺，快吧，赶热吃。好，儿子、吃饺子了。啊，你最爱吃的驴肉馅儿真饺。妈妈，咱给爷爷奶奶蒸些去吧。你看这孩子。不行，让他们预约俩山子去。你可劲吃，来来来，你坐着吃。嗯。咋样，二愣子，香不香？香香香。儿子多吃点啊、好长大个，听见没？不那么句话吗？吃饺子喝酒，越喝越有。来，干。
白呀嘛。二愣啊，哎，真香。来，把点了干了，哎，放心吧。来，大葱，哎呀，活跃，蒜酱。哎，儿子，你干啥去？啊，我吃饱了。那手里拿的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，手里拿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，铁蛋，铁蛋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干啥去？那手里拿啥玩意儿？没什么。什么没什么？还跟我撒上谎了？拿来让我看看。你啥玩意儿？哎呀，你个死孩崽子！我辛辛苦苦剁了一下午，这还一口没舍得吃呢，你就给我整！你想拿饺子上哪儿去？啊？你给谁送去？你个吃里扒外小犊子！今天我打死你！我今天我打死你！奶奶，救命啊！奶奶！你个小兔崽子！不让你吃里扒外！你个小兔崽子你！奶奶，快出来！奶奶，快来救我！咋的了，快点！奶奶，救命！快点，咋的了？我咋的，小兔崽子？干啥呀？干啥呀你？你把常倩的药打孩子，孩子咋的了？妈。你不知道现在孩子可不好管了，他不听话。奶奶，我们家吃溜馅饺子，我给你和爷爷偷了一盘，我妈说我吃里扒外，要揍我。小兔崽子，我让你瞎说，我打死你！行了，我还打呀你？行了。奶奶，我没瞎说，饺子掉上地下了。你说你，连个孩子都不如，让我说你什么好啊？妈，你可别替他瞎白活。我寻思吧，第二锅饺子好了以后再给你和我爸端过去，这不嘛，这第一锅饺子老大康康造上了，你也知道他一饿的时候那跟猪似的嗷嗷直叫唤，再说了那个饺子不赶上吃香吗？铁蛋来过来，到奶奶这边来，来，哎呀，奶奶棒，哎，好。别惯了，咋的了？刚才还好好的，这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？就是，都是你那宝贝儿子，个小兔崽子，非要把饺子给他爷爷奶奶端去。哎呀，我这儿子知道孝敬呢，我就说嘛，给他拿过点儿呗。你看，姐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那既然孩子他爷爷奶奶都知道了，那就送一盘子去呗。就是，二愣子说的对，孝敬。你看，都孝敬他们去。你看，妈，饭你饱了没？我吃饱了。吃饱了。你也吃。爹。哎呦，妈，这是翠花蒸的饺子，留一下的，你们尝尝。这第几锅的？什么第几锅啊？我不知道啊，这刚出锅。我们不馋，你端回去吧，留着你们自个儿吃吧。你妈，给我拿过去啊！爹，我知道你们看不上我，我做什么也不对，可是我这送饺子也没什么错呀。你别等着，我给你撇出去啊！爸，大哥是好心，您就尝尝吧。尝什么尝？我吃他饺子我能噎死。妈，你这话说的，那饺子是面包的，咋能噎着呢？你看我大哥跟大嫂包的饺子，你要不吃那寒心。就是，一样都是儿子。一什么样一样？一样吗？你们俩一对混蛋！滚去！滚！这是咋的了？自己寻思去。